先来玩这张好了，谁抽了我的跳跃键？我有个地方过不了，蒙特内哥罗是啥鬼？我才不要没有把你的跳跃键藏起来，其实我干的。不过要是你过关了，我就把跳跃键还给你，你等着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这个要走之前不能乱走。还好啊，其实也没有很需要跳跃键啊，我们慢慢走。好了，还是有点不方便。哎呦，哎哎呦，哎、欸，我们走边边了，边边应该可以。看一下单人版的禁止跳跃。哎呦天啊，好像逃不了，好像一定会被碰。哦，快跑快跑，这是什么？砰！砰！游过去，还好。哎、欸，哦，下面有东西耶！哦，下面有一个弓箭，那我们要怎么下去啊？啊，我们不能跳上去。我真不觉得想按那个跳跃键，这样子吗？哎、欸、，and then， 哦，然后再，哦，然后再浮上来。原来如此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拉弓上去了。坏了坏了，哎呦，这个羊怎么有点肥？飞不太上去的感觉。哦，噗！这边走走这些中间可以吗？有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行哦！哎、欸，还是我没有走边边，是不够边边啊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边边可以，那个这个走得很边边，对啊，中间不行啊，它这个都重叠了。好，我们只能走边边。看来还是很需要跳跃键的这边。哎，小羊有了有了，然后这边踩踏板吗？哎呦，感觉好像不过去。啊！从侧边来。啊，不行，一定要从中间。这是什么鬼？啊！哈 ！OK， 扑过去是这样。还是不能按扑，那、啊、我们刚怎么过的、啊？倒面。哦，有啦有啦，方向就要往前的、啊。倒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就第二个弹这么远？倒面。有。OK。有了有了有了。但是，这怎么过？可以吗？哦，好酷哦，这边。哇。哦。哦、oh, ，OK， 然后滚动吗？有滚动，滚动，滚动可以。好，等一下。东东祝蛋仔生日快乐。扑，哦、oh, ，可以早点扑。可以。来，这个这怎么过去？哦，哎，哦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掉下去。有有有，无法跳跃。然后呢？那这样我们要怎么跳下来？噗！哎，不能跳下来。哎，奇怪啊！我想我们要怎么下去？我没有办法跳，我们要怎么下去啊？哎，卡关！那我们要翻一圈。还有卡关的，这边怎么过啊？哎，看一下复位哦，聪明啊！我先聪明哦，没想到。哎呦，那这个每次都让我以为要滑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子。这样，他现在可以做一个动作。哦、oh, ，你们好聪明哦！啊，不能跳，不能跳！刚刚不自觉的想跳，看还有这个 easy 的，弹上去，他要还我了吗？迷宫这么矮，怎么不直接跳过去呢？很多朋友呢。这个人好嘲讽哦。迷宫，嗯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应该对，走这应该可以吧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走这是死路哎、欸。走边边，走这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看起来可以。真的，要是可以跳旋转跳就好了。这边只能用走的。哎、欸，这边要扑过去吧？有，OK。有了。前面是什么圈圈叉叉哦？哎、欸，这感觉不好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是要走圈圈。哦哦，走圈圈的开灯。哦，好酷！哦，圈圈的才是实体哦，是吗？这边可以开灯吗？开灯。
还有，开灯。好，我要连成三个圈圈的，三个斜的圈圈。有，哎，有。OK。东东就听你的话啦。变 easy 了。但是弹板，哎，哈哈哈，又要重飞了。哎，弹板需要跳跃键吗？我们是不是以前都会跳一下？完了完了，弹板是不是怪怪的？弹板哦，我知道，还是我们要放在这边，让他把我们弹过去，我就知道。能帮我们这边是左右移动，好，滑下去。我，哎、欸，我们是可以选两条路哦、喔，感觉这个路比较简单哎、欸，去试试另外一边。这边的路感觉比较难一点啊，其实也还好，就是要等它翻转一下。哎呦，还有点卡脚。你要还我跳跃键了吗？路都被我挡住了哟。嗯，扑有用吗？扑没有用。哎、欸，哦，有一个是空的 ，OK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可以推可推的。哎、欸，这边都不是，就是边边这个。哎、欸，还是我可以扑上去？不行。哎、欸，怎么过？还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卡死？哎、欸，这过不去、欸，怎么过？抓！啊抓！哦抓！哇，你们很聪明哎，很会。好好好，来，高速的地板没问题。哦天哪，你们玩过这样子图是不是啊？都知道干嘛 ？OK， 来，我。这边好像不会太难，躲避一下障碍就好了。穿个鞋鞋，哎、欸，我直接穿过去。他发了一个无言的表情。过，有了有了，不知道过关了，有就知道。这边是什么 ？No jump， 所以他还是没有要还我跳跃键，但我没有办法站上去、欸。我看看，原来那个人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，他在这边，他被绑住了是吗？看一下，跳跃键还给你，下次还敢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酷！我要什么时候记得？这样就有跳跃键了。OK， 过关。最后感谢之前影片于真的70元，这个会员礼物是不是很大箱？再来感谢小心眼的15块港币。WePlay 如果更新好玩的游戏的话，我会回去玩。再来谢谢Young宝宝的70元，拍拍你辛苦了，看来我要多多发片，你才能常常开心。再来谢谢小将的10块港币，中学一年级原来如此。还有谢谢玲珑的30元，看来这个 YT 系统不能夸。再来是小杰宝宝的抖音，我那时候在玩乐园图的时候，你在上面观战吗？最后感谢我的本月干爹干妈们，于真、佩佩、小杰、J 趁、龙龙加入超级 Y， 也非常感谢我们频道会员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。